外国人把那惊喜叫做悲喜。外国人把那惊喜是 OK 顶呱呱。蓝脸的道尔顿道玉满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叫喳喳。鲜明的鸳鸯碗，一群群生动的活撒，一粒粒豆苗，一点点夸大，一张张脸谱飞家家。是 OK 顶呱呱。蓝脸的道尔顿道玉满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叫喳喳。鲜明的鸳鸯碗，一群群生动的活撒，一粒粒豆苗，一点点夸大，一张张脸谱飞家家。亲爱的舞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手指操，好，我用了京剧脸谱这个音乐啊，带一点点戏剧。好，下面为大家分解第一组动作。好，这个板指大家注意哈，这个手指啊，这样竖到这里。好，大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挺胸，然后看哈这个。左脚在前面，脚尖点地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这个前奏大家注意好，前面的音乐就最后一个四拍就起脚过来，好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动作，好，第二组动作哈，注意手指点指，好，这个两个手。大拇指和中指啊捏到，然后这个无名指和小拇指翘起来啊，食指啊，这叫点指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马上转换兰花掌啊，二、二、三。
啊，这鬓角然后退右角，啊，从脸上划过，啊，五色的油彩，啊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接下去手背朝下，啊，这个转换这个手背，啊，朝上，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这样甩过来一个亮相，好，然后马上就是我们的站子，哈，站子这，啊，看大家看到哈，这个食指和大拇指都出来一点，哈，这个完了以后，啊，站子，好，然后左手站子，啊，一个绕从下来一样，啊，又一个出去，啊，大家注意哈，然后脚不动，直接手背下来哈，两个都转换这个板子。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啊，转换的时候，两只手要同时转换，啊，大家注意哈，背面再说一遍哈。第一组那个起脚，啊，这个起脚的时候大家注意哈，身体的稳定性啊一定要注意，啊，这个脚起来的时候，看一定要很稳的，啊，五。六、七、八，好，点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哈，外国人把那京剧叫做北京 ，opera， 好，然后是转换，兰花掌，二、三、四，退脚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。四，啊，这里注意站子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这里就是要注意我们的手指的转换，啊。大家注意这个，像这个兰花掌，两个手要同时啊，从脸上划过啊，这个，然后这个下来也要手背这样转换，一个手背一个对换，手背过来再摇一下手，好。第三组动作哈，兰花拳啊，不要握得太紧，兰花拳啊，我还没好，这个走完了以后啊，是兰花拳，好。然后我们的这个走到这里以后，兰花拳就有一个跳啊，一、二，啊，然后过来，同时过来看，三、四，啊，大家注意这弓步，好，板子一个上一个下，啊，转脚，膝盖也转，啊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好，这里完了以后，毽子，啊，看毽子这个叫。剑不是剪啊，大家注意哈，这个收脚过来啊，右毽子左毽子啊，两个毽子以后轮子就是一个手指轮到过来叫轮子哈，然后并脚一个轮子啊，两个往后退啊，三个有三个轮子啊，然后是我们的波浪指和波浪手啊，波浪手下来啊，注意这个起来啊，看我的手起来以后转到这里起跳啊，这里有两个毽子，一个往回抽，一个伸出去毽子啊，大家注意这个哈，对你说一遍哈，好，这个做完了以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拉过来啊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好，黄脸的典韦好像是这个，然后白脸的曹操啊，黑脸的张飞啊，轮子啊，这样后退的时候大家注意哈，这个脚你看脚要一点一点挪哈，不能走大哈，京剧的那个碎脚碎步哈，你看这样走对的哈，然后波浪指加波浪手下来转转跳，好，
毽子，啊，还有第四组动作哈，这个毽子完了以后哈，大家注意我的手位，一、二，好，这个脚要尽可能伸出去一点，啊，注意我的手指的转换，从这边过来，三、四哈，这是一个毽奏，啊。然后鸳鸯马大家注意哈，勒马也是兰花拳，然后看重心，一二三四，好的，勒马，好，手背朝下，哎，一副生动的活菩萨哈，这个起来啊，大家注意从这边下来以后啊，注意脚，好，然后这里完了以后啊，一点点描绘哈，来一点点夸大啊，然后再鬓角哈，你看脚鬓角，这个就是点颤子，颤啊，哒啊哒，然后退，又是小碎步退，啊，退了以后走走台步，还是这个一个劲的是颤颤子哈，然后毽子啊，一个膝脚上前以后。好，捋胡子哈，那个大笑的啊哈哈，这个是颤子，啊，颤子下来，啊，这个背面我也说一下哈，大家比较容易记一点哈，啊，记前面毽子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毽奏，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，啊，然后这个勒马，鸳鸯马，啊，一副副生动的。活菩萨，啊，一笔笔，一勾描，一点点跨大哈，这个是点子，啊，注意点子，然后我们颤子，哒，哒颤子哈，退，啊，走，走台步，走了以后一个毽子，哒，好，手背，好像这样的都是手背过来转换，啊，然后一个捋胡子。啊，最后的动作就是啊，捋胡子，捋胡子的动作，啊，大家注意这个动作，好，手指操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你们。